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。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。缤纷娱乐现在开秀，直奔主题，上线版华彩少年王一博真的来了。之前王一博参与录制的华彩少年引发热议，节目一直都一经上线之后呢，王一博参与的这期节目一直没有任何动静，着实让人等得有点着急了。没有想到随着节目播放，我们也看到了节目组放出来预告片，王一博身穿紫色皮衣，一副认真谦逊的样子。预告中王一博被 Q 到了现场学习戏曲唱腔的片段，引发现场观众的尖叫。看来呀，王一博在哪里都会伴随着粉丝们的追捧哦。众所周知，华彩少年是央视主办的一档选秀类的节目，这个档次呢可是不低的哦。王一博能够作为嘉宾出现在评委席当中，肯定是对他的业务能力有极大的认可。为何这么的谦虚说呢？主要是我们的王一博呀，年纪跟现场很多选手们差不多大，只有23岁的他，虽然如今呢已经是大火了，并且出彩的是他的个人业务能力确实是强悍。王一博不同于其他的流量明星，他是凭借自身的实力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走到今天的。这个顶流绝非是我们所认知的花瓶式的流水 idol。作为流量艺人中的顶流级别，无论你对于他的认识跟看法如何，都掩盖不了他真正的实力。他的舞蹈能力在这就是街舞中我们看到了极佳的全能型的舞者，音乐一起对应不同类型的舞种游刃有余，舞台表现力十足，舞稿一看呢就是常年锻炼出来的实力。这次能够来到华彩少年当中，请你不要欺负他年纪小，可是人家却配得上华彩二字。他出彩的不仅仅是有些过硬的舞蹈实力，还有超强的现场应变力跟学习能力。王一博的态度是我们在镜头下可以捕捉到的，对待前辈们谦逊有礼貌，认真探讨的样子看起来又乖巧而又可爱。都说央视镜头下的明星是最真实性的一面，各种的角度都会被极大的放大。这次王一博能够参与到节目的录制，更多的是央视爸爸对他的认可，更是对待他这位让流量转换成正能量艺人的肯定了。他不仅是青春的代表，也是许多人年轻人都想要活成的模样，做自己喜欢热爱的事情，可以释放内心的火热，执着专一自己追逐的梦想当中。他作为年轻一代人的一股力量，积极向上的能量，配得上超华彩二字，也经得起少年们该有的模样。央视镜头下的王一博，一个充满了活力和青春的年轻人，请你用客观理性的角度去认识他，他的优点鲜活有特色，绝对会让你刮目相看。他的华彩我们有目共睹，他的少年气息扑面而来，这就是他，王一博。吃瓜不停，娱乐不断，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。如果你喜欢频道的话，请给出您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我们，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